北京的士之星，21年安全行车无事故，徐青师傅，徐青师傅，我说路况就在现场。各位听众、司机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北汽九龙的徐青，非常的高兴呢，在每天的都市早高峰，为广大的听众朋友、司机朋友服务。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东三环国贸桥的东南角，也就是摩托拉大厦门前。目前我所看到的国贸桥西向东方向车辆一路畅通，司机朋友可以放心的行驶。但是呢，东向西方向在国贸桥桥下，车流量逐渐增大，开始行驶缓慢。另外呢，我还要提示同行朋友、司机朋友，国贸桥下有两处容易出现违章的路段。当时我们为什么选择出租司机这个职业呢？就是因为原来咱们生活水平很低，不可能想说谁家买得起汽车。选择出租司机这个职业呢，一参加工作，自己家就有车了，送孩子、接媳妇儿、给老妈买白菜，都是他呀。现在北京的一般的施工呢，都是用来广告牌来作为围挡，这样呢既美观又能宣传奥运。你看，这是奥运起跑线嘛，是吧？是一个和平使者，就是和两个大哥哥，也是两个和平的使者。我们就是，就是跟祭司似的。出现拿着圣火，他们看见圣火就会不再打仗了。使奥运圣火一直传递至今。2001年7月13日，听到别人说我是奥运疯子的时候，我应该说我不太理解为什么大家管我叫疯子。其实我觉得我挺开心的，但是呢，有很多人帮助过，像原来给我们制造圣火台的木匠，最后不要工钱，只希望我们把他我们的活动能够带到他们的贫困地区去，让那里孩子来感受奥运会的神圣美。
还是比较喜欢到凯宾斯基饭店这儿来拉活来的。一个是呢这儿的客源比较多，还一个呢这儿的外宾比较多，也能够利用这个机会呢跟这个外宾呢进行一些英语上的交流，多跟他们学一些英语。还一个呢，您比如看刚才我们很多司机在这推车，实际上大环境也是为奥运，为了保护好北京的环境，前面车走了我下去推一下啊。今天走的还挺快，一般的情况下就是说我们呢下去推车呢，一个是呢为了节约能源，也是为了北京的环保做贡献，因为车辆一着呢肯定会排出这个废气的。其实擦车也有很大学问，能为环保做出很大贡献了。在排队等活的时候呢，边锻炼身体边擦车，能跟同行聊聊天，这样呢时间过得也快，车辆也干净了。游客特别多，好有几个那个大旅游车。跟我学打花棍的徒弟当中有玩这个彩绸的，因为我有这个打花棍的这个基础，我慢慢研究，一边学一边问一边。琢磨这个玩什么造型嘞？今天是来是推广带火玩，不是以挣钱为目的。我的野心很大，准备在距离奥运倒数400天的时候，6个社区组织600人推广我这个艺术，增加一个新的亮点。给他这个材料，这个什么材料？他说让我写一材料报办事处宣传科去。对，他不是昨天说那那师傅说的管文体那个说的，他说让我写一材料报办事处宣传科去，然后以后不是组建队伍吗？说的，他说写那材料，说的。我给您转交一下。谢谢谢谢，哎对对对对，
我就不找了，他不批准，我就上别的社区交去了。同时，好些社区我这礼拜交这儿，别下礼拜交那儿，是吧？因为这功夫我得练练一阵。然后六加一，什么叫六加一？就是练习六天，演出一天。这个是发自明朝，老百姓因为过去很穷，两根棍拨打另一根棍，这起一个健身的作用。后来呢，花样越来越繁多，成为一种艺术。这个一分钟也能玩100次，要就是不间断的不掉，就是。这是直踢。侧踢，苏秦背剑，这玩不开。本人练过2年多以后，一直没瞧过病，因为以前有大脑供血不足的症状。这是在景山舞那个12米绸子的场面，这是我往高空扔的。准备接的场面，这个你看，这个玩那个奥运五环的那个人给我照的那个，这个就是这次我在景山倒棍儿，在练倒棍儿的时候，记者采访我的场面，这是。上学学农劳动是在现在的北三环马甸，那就是农村，给农民同志什么下地什么采采麦苗啊，实际上我们什么也不懂，就到里面跟玩差不多。前面那个场馆呢，就是咱们奥运会的主会场，就大家称作是鸟巢，你看它很像一个鸟窝哈。在我小时候，这北四环周边全是农田。现在呢，90年的亚运会到现在这个08年的奥运会，这边整个变化太大了。焖豆角可不是那个割肉丝炒那豆角丝了。炒豆角。炒豆角丝。嗯，咱家里有黄瓜没有？黄瓜是吧？昨天也摘的吧，今天没有了。我可以抓亲爱的，你张张嘴，梦中花香会让你沉醉。
行吗？有点沉，有。还是不行吧？这就是你不吃，不吃菜的原因，就没劲儿。我们啊都是旧村改造嘛，都搬入了楼房。可是农民这个种地啊，这种习惯嘛，改变不了。嗨，我是找个妹儿那种的。哎，嗯。他是吃汤是吧？对，我哥是红汤。对。哼，麻去您。李小多那个李小多，分过锅，分过锅，分到最后剩两个。他要不当运动员，哪有到这天？你说，我没想到张鹏也这样。你想让你要上运动员，甭管说的亚运会拿冠军了，奥运会没拿冠军，完弄几万块钱，十多万块钱，几万块钱，你还娶个媳妇儿，还盖房，还盖两间厢房。哎呦，这，哎，这，走，嗯，聊去吧。哎，给你走。儿子，躲一下，儿子。你少躲开点行不行？喂，这，哎呦，大多数在这里呢，走人，这里边，哎呦，这是我得的奖牌，这是比较特殊的一块奖牌，这是在那个法国里尔得的世界田径锦标赛得的一块牌，是这样，我比较喜欢这个。这个是在我第一个拿的金牌，就是在咱们北京得的。我参加过两届残奥会吧，第二次悉尼的时候，那是成绩已经训练的时候水平已经达到那个冠军的水平了，可是太想拿了吧，拿的欲望太强了，比赛当中嘛用的力也太猛了，所以又与奖牌吧又擦肩而过。如果再过一次机会，就不会出现上两次那种遗憾吧，肯定会把握得住。可是年龄一年比年大，水平也一年比年高，我的视力一年比年的下降，反正难度就更大了吧。学校和活动里面，我就是当这个小天使来点燃圣火的，所以我也想在2008年呢点燃奥林匹克的圣火。我回去跟他们说，不一定我们小我们就不可以点这个圣火，小孩也可以点，你可以让大人抱着小孩，让小孩拿着火炬去点，也可以让老人坐在轮椅上，年轻人推着老人，让老人去点。
当时啊，就是在国家快要断档的时候，没人干的情况下，我们这帮知青回来以后，就把这个全接下来了。所有您不可以采访一下，是甭管是扫马路的，是掏粪工人，都是知青。咱们梦想实际达不到，有些事儿东西你们想，我在社区里头说准备组织600人玩这大花棍，推广这个，咱们有这心理，可是这社区不支持，知道吧？有些东西咱们说了不算的，咱只能说把自己这个学这手艺或者什么义务交给老百姓，推广大伙儿健身。现在呢，我就是准备说自己用自己感化人家，就自己人宣传，再教大伙儿，大伙儿也可以能发动起来，就是慢点。随着这个北京奥运会申办成功哈，现在在北京呢，像这种健身乐园的北京大街好像遍地都是。我作为出租司机呢，确实每天呢时间对我们来说很珍贵，就是拿出整块时间锻炼身体呢，不是特别限制。再一，我在后备箱里装一跳绳，只要是在闲下来排队拉活的时候啊，或者我空车走到健身乐园这地方啊，就抽出一点时间，锻炼锻炼。来，给你跳一个，来。哥哥，跳好点啊！不对。往那边儿来。在里边站好清楚。
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奥运潮流了。你看这些老年人，他们也是呢为了锻炼身体，老有所乐，结果呢也是呢跟那个奥运能搭上钩。这是跟实践一样吗？实践的。我跟这社区，如果人家谁如果说要推广不了，算这儿的人就什么了。你看我这有静脉曲张，你看我这吧，我这静脉曲张，你看见没有？这个大包似的，就原来以前插队的，在那个公社的厂子打铁，非常热，后来遇上了电扇，直流电扇一冲，拿凉水一激，就他这得的。后来现在呢，每年我都是站着容易难受。这呢一锻炼以后，它血液流通以后就没事了。这不这看这个没有？啊，对对。谁往这打？这回来，那不就借力使力了？这一动是那个不？我觉得也是需要一个技巧。冷静沉着是最重要的。我就。这站起来，腰直起来，腰得直起来，有，是不是？啊。对，很好，悟性很快。现在呢，再看字呢，这根本就看不见了，看的只有这几个字吧，这样呢才能看见全立场，视力现在已经就到这种地步了。现在有过，但是害怕，但是我也不想的，不敢想。真要看不见，首先来说，你要看不见，你说连自己孩子以后变得什么样，或这个世界现在变化特别大，以后什么样，看不见也多遗憾啊！他不敢想。张先生，在哪儿呢？再说话。哪？那儿呢？爸爸过去了啊。看得见吗？张先生，你现在你小，你要多点能，你要多点能干成这个就行了。你看着啊，过去上一年级就行了。哪呀？你看我，这么带着，这连腹肌。起来呀！我的遗憾就是奥运会没拿过奖牌，愿望是肯定是有，想着拿金牌。可是健全的奥运会金牌是相当难。我的目标，如果说还能拿个亚洲冠军，我感觉已经就超过我了。这么的啊，就这么的了。我饿呀，你往上抬啊。你这卡油机就这块这儿，以后能飞出一块肌肉来，能有劲儿，比别的小朋友跑得就快，知道吧？飞一块肌肉。对啊，他就比别人跑得快了啊。好的，不许笑。你买就行吗？买什么？买水啊。10块钱。这个呢？1块钱。买矿泉水。买几个？买5个矿泉水。行。我为什么现在还要练，还要拼命的练苦练？人家都会笑，说你爸爸眼睛不好。我的孩子就可以这么说：我爸爸虽然眼睛不好，可是他为国争过光。你爸爸眼睛好，你爸爸为国争过光，得过什么荣誉吗？我说停，你就把我拽过来。啊，行，你放松，扶着啊，扶住了啊，就那俩着。俩着扶平了，哎，就得会笑，坚持住，好像坚持住了。
块一块儿转，行吗？行不行？来一棍儿，来一棍儿，一人来一棍儿。咱们我就带会儿玩啊。呀呀，这么着掐，采访了，就为丰富咱们社区的文化生活。啊，您拿一副棍儿，跟比划比划，我教您玩，我就说没事儿。啊，您对。您可以教大伙锻炼身体，少吃药。对，最近都讲完了。哦，是这个，是软的呀。刚开始掌握不了这个。这样，您使我这个，我这细点儿。啊，我对。啊。这样。这是45度角，这个，这个，这边转盘，这一下，稍微给点劲。我这野心是准备组织600人玩这个，咱以既便宜又能玩。我这现在我不敢，回头万一给您露怯了呢。您不敢玩是因为费用的问题吗？不是，我觉得吧。一个吧，我啊时间吧不能保证了啊。第二个就是说这个刚学还没有入门呢。预备。甭管是小孩大姐是大妈都挺支持我的，所以就是我就不准备说上别处教去了，就是在本社区。慢的，就咱们也不妨碍他跳舞的这个。每天下午4点教大伙儿，如果有兴趣，大伙儿来学。我们这在景山有2岁半的小孩玩这个。是吧？这样行不行？这样。玩一个。对。这个个儿矮一点，再高点。我小孙今年4岁，每天反正要玩就来参加活动来，为奥运嘛。反一来他就看到老爷爷拿，他就来那棒子来自己玩。帮我看呀！快掉！快掉了！北京早晚高峰啊，都拥堵得相当厉害。北京啊，它以前啊，就是构造呢，有很多就是，横竖相交的这个小的一些街道和胡同，其实呢，可以充分利用这些街道，避开一些拥堵较厉害的路段。看着孩子这个，包括我们父母啊，有的时候也会有随便的那种习惯，但是呢，对于孩子们的行为，对我们来讲是一种震撼，因为孩子们已经为我们做了榜样，本来我们应该带动他们，现在他在带动我们，力量更大。
他们看我，我觉得不会怎么样，因为就是可能是出于好奇才看我们的，应该是觉得我们就是我们这些小孩儿在这儿干嘛呀？不在家好好待着。刚才还有个叔叔还主动帮你们。哦，对，那个叔叔是开心还是不开心？非常开心。他跟你说什么呀？跟他说的，不是跟我说的。说什么？说你这小孩可挺好的啊。给你这个看。哎，这个，哎，咱这杆试试。小球飞鱼，好玩吧？没了，它忘了，没我从小呢实际上是在胡同里长大的，原来就住在四合院里，那时候经常是夏天游泳，冬天滑冰。以前的小马路在现原形的现在北京几乎很少很少了，连最后一条断堤大街现在已经都扩建了。这条路也是为了迎接奥运会，把这条路呢现在正在施工，正在扩展。我听这个老一辈乘客和老人跟我说呀，说这条街从清朝到现在就没有变化过，一直就是这么窄，因为过去是走马车的。其实这个保留一些老的这个文物啊是应该的，但是这个像这条街两边的这个房啊，实际上严格来说它称不了什么文物了，都是百八十年的破房子，都是四很次的小砖头。但是些值得保留的保留，不值得保留的我个人认为啊，这拆掉也是应该的。在85年到88年，这胡同都有垃圾桶，由车装完以后，我清扫这个站顶。过去这块都房子都很旧，就是旁边也不怎么整齐。这是兵马司胡同，这是帽胡同，这个。
这个挺漂亮的，这条胡同在我扫站点的时候全是旧的。2000年的时候比赛吧，跟第三名差了是2厘米吧，是3厘米啊，对我打击特别大。别人形容我就像关在笼子里边的一个老虎，老想挣，老想从笼子里边挣开，就那种表现，就没缺乏那种稳。热呀。再跳两个好了，跳一个好，不跳了。因为我对这条路吧感情比较深，因为我是一个农村的孩子嘛，以前这大片都是我们的耕地嘛，我经常在这里边跑步啊。刚开始跑的时候也是摔的跟头也特别多，所以这条路是我特别怀念的。因为那是我年轻时候所付出的汗水嘛，洒下的汗水使我终生都难忘嘛。这个变化特别特别大，你要几天不上车，没有拉活，没有出去运营，几天没过去，哟，这怎么这条路又变了？这怎么又弄一工地啊？完仔细一观察，哦，能看出来，这大的标志物没改，旁边那些小标志物全改了。
为以前全国水平很低的时候，普通老百姓根本就不知道有奥运这么回事儿，潮流，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奥运潮流了，一提奥运好像感觉很时尚，是不是？不管是学英语啊，还是这一些跟奥运有关的健身活动啊，只要跟奥运能搭上钩，就全搭上了。拿你的清洁工也不当回事儿，我把地扔底质了，你应该扫。最喜欢就是开运动会的，奥林匹克到的时候，奥林匹克比赛到的时候，各国的孩子还有各国的运动员才能聚到一块儿来。Hello. Hello. Then we're gonna sing a little in Spanish. 我们说西班牙文。Hola. Jumbo.Jumbo, Jumbo, Jumbo. 你们大家好吗？你们大家好吗 ？One more time, hello, hello, hola, hola, Jumbo, Jumbo, hello, hello, konnichiwa, konnichiwa, assalamualaikum, assalamualaikum. 你们大家好吗？你们大家好吗 ？Banana, this one is up.So hello world, what do you say? What do you say?
社区人家是让我自个儿组织，他不管，人不牵头。我自己组织，只不过就是慢一些。我找他的目的就是可以一下就玩起来，知道吧？因为这个社区说我没有钱办事处，知道吧？来，不是，干嘛？这个不是人家，这是电视台记者说，不问你跟我学这个打花棍的这个感想。怎么不表示说我就是在那个玩那个棍儿挺好的。那天我说送他一个，他说我没时间看孩子，没有时间玩。说我说您来了，我就使您那玩，这就是一些。就是那孩子顾不来。可是就不会一起表演呢？嗯？就不打算一起表演呢？还不表演？一起表演没时间，好像是。再弄了孩子不行，弄孩子不行。我今天过来，我教你一下，行吗？好。不是，你比划一下，我教你，可以教你，没事，无所谓。又得玩一个。不，慢慢练练就不疼了。因为这个治疗肩周炎、颈椎病。因为咱们没有那个组织能力，也没人支持。我想发扬点，多些人玩这个。可是，因为这种艺术学着难，不能说强迫人家都练这个。人家有爱好不同。总想对你表白，我的心情是多么豪迈。奥运会没拿着我奖牌吧？这个遗憾肯定会伴随我一生嘛。遗憾特别烦的时候，我给他转移。我没拿过奥运会冠军，可是我参加过奥运会。我想想别人奋斗过一生，连奥运会都没有去过，我这么一想吧，我自己就会很坦然，就会面带微笑了。好的。哦，哦，赵叔叔，
来吧，宝贝儿，来吧，来吧，来吧。谢谢啊。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明天再抱一会儿。走了，走了，别长上大屁股了啊！我光着屁股呢。走了，你说拜拜了。没有。啊，拜拜了。比以前好点了，我爸现在那个也能抽出时间来陪我。他只能抽出一点时间陪我玩，就是答应我做孔明灯，他到现在还没给我做，去年说的是。不过我把这给你拿回来了，对吧？这是最这也是最好的礼物啊！啊，祝二位父亲节日快乐！没拿到了真正的北京奥运会国旗，这种模型可能在别人看来好像是个玩具，但对于我们来讲，它也是很珍贵的。去长城玩吗 ？Act one. We are going to the Great Wall this Saturday. Will you and your family join us? 其实我们都是靠死记。你比如说是，天坛公园 Time of Heaven, Summer Palace 颐和园 ，Capital Airport。其实我们努力一点，稍微努力一点，都能够基本上学会。为奥运服务是没有，绝对没有问题。Okay, by the way, how far is the Great Wall? It will take about 1 hour. 慢点！走去。拿起喷。先生，欢迎您到中国来。Welcome to China. Welcome to China.Welcome to Beijing, madam. Welcome to Beijing, madam. Please, 就是请的意思，这都知道吧？这在口语中很通用。Please. Give me. Please give my. Regard to. Give 是给 ，my 是我的，对吧 ？Grass 是草的意思。对 ，grass. 我觉得草是人家的绿，山是人家的高。这山还。对比。每月。我真的来，不是我们应该都来。Don't worry, sir. What does he look like? She's an. 王小银。What is the matter, sir? Officer, I cannot find my friend. Don't worry, sir. What does he look like?因为现在正在那个选拔奥林匹克2008年的火炬手，可是我觉得14岁对我们的要求太高了，应该是选的人很多，跑的比较短，不一定14岁就可以跑那么长，我们也可以跑。Thank you.
一个月就开始参加训练。抓紧练，努力练，为北京夺得一块残奥会的金牌，为祖国，为残疾人，赢得来自全世界的认同和尊重。要赶上2008奥运会吗？要当成一次动员会吧。这次讲话吧，我听着也挺有振奋的嘛。可是，第二个是也我也可以再可以加倍的努力训练。只要有和奥运沾上点边儿的这些人，我都要尽量去找。但是我得到的答复几乎都是同样的：我们真的无能为力，我们都不知道应该去找谁说。还有说是因为这个年龄不符合，就凭这一条，我们就没有办法参加。第一个梦想被打消了，可是第二个梦想还是一直在延续。接着当一只奥运小天使，因为奥运小天使它毕竟也是跟奥运有关的，当的也是一个火炬手。明年3月份是2008奥运会最后一次选拔赛。如果我有1%的希望，我就按100%的刻苦去训练。表的话，你买它干？就是这地方。他在前面跑，这些小孩都不会再偷懒了。这么老的队员，也希望他能够传帮带嘛，把好的精神传下去。中国因为报名限制嘛，因为他前面有一个专业队的下来的一个运动员，那真是一座大山挡在我们面前，这一下子给他挤下来。幸运点，如果能去，我就在我国争光一次。
如果要不行，我要带我这帮小师弟吧，把他们刻苦精神带出来。这条路每天的流量特别提醒大家，北京的士之行晚上20天以后啊，这条路是由南向北行驶。全国文明出租汽车驾驶员，它的位置啊就在朝阳区姚家窑，它的位置就在东跑一条的南岛。21年安全行车无事，我们都一样，都特别特别希望在北京呢能够早日举办奥运会呢，能大家呢能够亲眼目睹，就是从电视上以前才能看到的东西，还有一些能够带来的商机啊，给城市带来的方方面面的变化吧。